主棒滚地球三游间打穿防线，形成了安打。那这球被抓得扎实，这球打得很扎实，穿越的安打。主棒这个球打在了中左之间，两边的野手都过去，这个球过墙了。这是一发的三分全垒打，让魏雪龙队现在5-1领先。哇哈哈！414英尺的距离，被刘基宏一棒逮中。这不幸严重了啊！一个手背上的一个判断失误的安打，然后这个变化球被完全咬中之后的全垒打，这个球没话讲。其实刘基宏哦是越来越成熟，哦越来越有张泰山的样。滚地球三游间穿了出去，形成安打，又是安打，已经投的蛮低的了，但还是被刘基宏给逮中，形成了安打。这场比赛刘基宏猛打赏，状况也很。这球被带起来，打到了中左之间，要落地形成安打了。又是安打，打在棒头上的一支安打。今天刘基宏满垒温出局，这一棒拉回来三游之间，结果穿越形成一支安打，三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。满垒上的跑者呢，则是上到了三垒继续满垒，那现在4-4平手了。中坜兄弟的前三局则是没有安打，这个球打穿了，在中间方向。那现在变成了一二垒上有跑者，接着敲出安打的是刘基宏。二三两局的攻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外野方向蛮深远的位置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结果打在全垒打墙上，这个时候落地形成一支安打。现在看郭天信是来到了三垒，刘基宏敲出一个直接全打，这个变化球，刘基宏把身子压低，扫到了左半边，结果这个球最后是往后漏了，落地形成了安打。所以后面好像有点想要让给林哲轩来接了，但林哲轩好像有点滑接的方，直球对决刘基宏。正面迎击，中间方向平飞，安打出现。今天个人的第二支安打，也是魏全团队的第九支。第五局也有刘基宏的盗垒进在得点圈，这一棒打到游击防区形成安打。林哲轩接到球之后，这时候李凯威是停在了三垒，一次保送两支安打。捞起来，哇，这个球好高。球走在前面啊，就会要付出比较大的风险了。这是一支阳春全垒打，本季的第二轰出炉了，但本来也就踢到看到棒序就把它排在第四棒，就是排在今年的这个第一轰了。哇，安打！果然这三四棒的就是三成，去年的这个哦，有先看这个球是在打了一个外野的飞球，哇，出去啊，那是全垒打吧，是场地的二垒安打，所以是没接到弹出去的。哇，那瞬间弹跳，拦不拦得住？哇，也是四安啊！今天姓刘的在这边，哦，这棒打到一个外野的飞球，哇，这个球落地成为一支安打，哇，还是没有办法让状元郎不上垒，而且他趁着这个主力球啊，直接上到了二垒啊，这还是一支长打。这个球只有当下的一个准备细节，有点挤到，要看这个飞球，哇，这个落点会不会有点尴尬？反手没有办法接到，现在赶快处理。哇，这是一个落点巧妙的安打。哇，这个第一局，刚才镜头照到的是林敬凯，这一球敲到中间方向平飞落地的安打出现，刘基宏持续火烫的打击手感，没错。看起来两队投手都有一些
陷入泥沼的感觉。哎，这边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，哇，可惜了，魏全龙队啊，好像过十点之后。哎，我们先回场上来看，这个球在中右之间落地的平飞安打，刘基宏，哦，敲出安打上垒了，棒打复了转速，像直插球就转速越低越好。这球拉回来打穿了三右防线，二垒上的跑者林孝成绕过三垒之后要回来得分，刘基宏今天的首支安打就带着一分打点，龙队现在取得了6-1的领先。哦，球带起来打到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已经放弃追求了，这是一发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哇，所设定的目标两分已经达成了，可以继续再来了。刘基宏的两分炮帮助魏全龙队打破鸭蛋，现在要来追这个分数啊，还不嫌晚呢。最起码能够把分数拉近一点。对。出去之后，左中外几乎是跑了两步之后就直接放弃了。这是刘基宏在今年赛季的第三号全垒打，在把这两分打进来之后呢，他也有十分打点，在今年赛季。今天完全就打出他这个转眼级的这样一个价值。这个球跳起来，刚好越过右肩的上空，形成了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通过三垒之后回来得分了。得分没什么问题啊，又是满球数两人出局啊，打出去就过七跑啊。魏全龙队的保险分顺利的回来，刘基宏的安打再添了一分。打点能力还是相当这个半局。魏全龙队九攻，而这个球打到了中左半边，这个球出去了，全垒打一发的三分打点，全垒打让刘基宏直接站上了全垒打第一名，今年赛季的第四轰，来了一发三分炮，穿越安打的产生了，又拉回来打得很强劲，打穿了三游防线。我跑者停留在三垒上，林孝成是没有往前做推进。